万分的感谢。然后这边所有的，不管是从养育我们的父母亲、外婆，还有各位亲人等等，到这边在座我们所有宴请的宾客，都是我们人生之中，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中长大的好朋友、好同学、好同事。那今天真的，就是很感谢大家，就是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然后我们今天也会让大家吃得饱饱的，吃不饱的找我，我们去吃麦当劳啊，不是，就是一定会吃得饱饱的，没有问题的哦。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尽情享受这个喜宴，然后分享我们的喜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幽默，那相信成员之后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。那其实呢，在今天小狼狗有这么幸福的模样，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坐在主桌的双方主婚人的。现在呢，我要邀请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接受小狼狗的感谢哦。当然小时候也是被爱的，被爱着长大，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余社还有春燕也特别准备了感恩的花束，要来献给我们辛苦养育他们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从小到大养育我、栽培我，让我今天能有这么大的成就，那未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。那现在呢，我是不是请小两口给我们爸爸妈妈一个拥抱呢？感谢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。来，那我请雨盛去抱我们春燕，对，交换一下。以后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你哦。那在今天呢，特别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对我们小两口来说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我们余盛的阿妈。我们请我们余盛来，带我们的外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其实呢，小时候呢，余盛都会给外婆带大，外婆都会细心的照顾他，也会煮他最拿手的好菜，红烧狮子头或是卤牛肉。其实呢，外婆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长者。那现在呢，我请雨盛将康乃馨献给我们的外婆，我们来一个深情的拥抱。